一周只拉一次屎。没错，这不是段子，这是树懒的真实生活。在这个动作比你起他们得慢悠悠地爬到地面上，而地面可不是什么安全区，这里危机四伏，美洲豹、老鹰这些天敌可不会放过这个移动缓慢的大餐。所以树懒每次下树排便都像是在玩一场高难度的生存游戏，一不小心就可能 game over。 为什么不直接在树上解决？科学家也在头痛这个问题，目前猜测可能是和他们的生殖行为有关。但不管怎样，每周一次的排便绝对是树懒生活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。所以，当你觉得树懒只会发懒时，记得他们可是为了一场生死攸关的任务而做好了万全准备。树懒的慢生活里头藏着的是满满的生存智慧，没那么简单。